主耶稣，感谢你如此爱我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你的宝血，洗去我们的罪恶。你的受死是为了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今天是清明节，我们将思念亲人的心交给你，谢谢你为我们预备那美好的家乡。今天也是儿童节，愿我们所有的家人都回转向小孩。更重要的是，今天是复活节，愿你复活的大能充满我们，让每个人在基督里都成为新造的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